时刻的激烈举动已经造成台海国际航运全面停摆。电视剧《连日攻击》以解放军武力犯台为时空背景，描写台海战争时台湾内部状况，预计2025年播出。其中有1.1亿是政府补助投资，没想到被国民党立委批评是民进党操作认知作战。文化部以及国发基金投资高达1亿1000多万给连日战争来做民进党的一个认知作战。《连日攻击》刻画了台海战争，透过不同面向、剧情内容贴近台海时事，包括。科技大佬曹星辰首度跨界投资，面对蓝委批评，曹星辰这样说：“胡说八道，这个大内宣，这零日攻击是模拟啊，可能如果中共攻台，可能发生什么事情，等于说给大家一个警惕，台湾不能够完全麻木，对这个中共可能威胁无感啊。那么这就变成像那个温水煮青蛙，拍这个零日。”也希望能够大家警惕起来，预想中共可能犯台的种种的手段，大家提高警觉，严加防范。中共对台文攻武吓，电视剧示警，蓝营却不断批评，不免被质疑料敌从宽，遇敌从严。蓝营心中的敌究竟是谁？三立记者黄燕杰、马玉文台报道。